国语有声善书。一赤拱横堂善书，因果并相印证之新注解，主注仙佛为观世音菩萨。请注意，观看本系列时，强烈推荐与本频道另一系列因果并相析论与印证一起观看，影片连结请点右上角。因果系列皆由南海观世音菩萨著作。观音菩萨降因果并相析论之总论，因果并相印证一书之上半部，析论总计14篇，业以新注完成，无乃补注总论。在每个时期，因应众生宿业宿缘成熟，故有所谓天运应机而显。斯时因果并相印证一书之铸造，乃为昊天慈悯彼时众生甚受因果讨报，以及莫名病相之苦磨，加上贵堂一新创道脉，急需有缘善众护持，因而天降宝书因应时运。故此书甚多琢磨于医家所云精神状态之病相、杀业等莫名病相。时至今日，书乎20余年已过，昊天之心律现世报亦已施行百数十年间，渐趋成熟。因此，在彼时所侧重之理论依据有所更动，是以昊天再斥降旨，乃有此书新注解之铸造。众生身在轮回苦报场之阎浮提地，虽然甚多道场乃至贤达悉皆努力弘法立生弘传圣教，项羽为免，但是因果却是自己造因自己承报，只能坦然面对，无有他解。唯一可以预防，只有在业报之果尚未成熟之际，先羽化除消弭。此乃昊天降注一系列因果宝书之慈悯，指明康庄坦途，以便众生遵循。至今因果并相印证之新注解，吾乃上体昊天悲心，以今时天律所牵动果报之关键事例及条文加以注解，彼使众生阅书之所明了而警惕，或避之，或化除，甚至趋吉避凶，是为无知用心，甚愿有所裨益众生。源于上有下部，因此无先概略述论新注解之本意，而利众生阅而能明，获益匪浅，是所至盼。这边观音菩萨提到的本文与内容，乃是指因果并相析论与印证哟，可以到本频道观看因果并相析论与印证哟。若有奇怪状况发生，请赶紧叩问明正堂或拱横堂仙佛，因为此时鸾门应运乃是救苦。小编推荐大家在武庙明正堂种植园灵树与拱横堂筑集昊天子寿灵修院，望大家求道修道，也要替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无极正道院或昊天子寿灵修院，这样就可以顺利回天，也要超拔祖先去灵修院哟。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由于天时紧急，应赶紧行善度众，以弃天心。一赤拱恒堂有唯心宗弥勒道场、千佛墙、五度母转经轮，期望众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相关资讯可至一赤拱恒堂网站详阅。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